妈妈上来，不然我们带妈妈上车。可以啊，请你配合。你再不配合的话，我第六次跟你讲了。你要不要来？我要用强制力跟你带回去。我要用强制力。小姐，你带你妈妈上来，不然我们带妈妈上车。可以啊，带妈妈上车，要不然我要用强制力跟她回去的。我要留。好，我不要留。